爸爸，第一轮是由陈学冬主持，因为我要加入游戏了。哇！ Cool。 好了，要开始了吗？要我来宣布了吗？好，这一轮我们的游戏叫做《元气大小姐保卫战》。两方分别为攻方和守方，大小姐吴京站在中间蹦床区域，一旦击中元气大小姐则游戏结束，保护元气大小姐时间长的队伍获胜。明白。选两个体型大一点，守的会好一点。要保护的话，一会儿我可以保护，我也可以保护，可以打断你行不行？好，那我来打。不要动太大，让他尽量待在中间，就我们一定是前一后的夹着他，他永远在中间就对了。对，好，对。他们会用传球的，能力够快，对，我们就不用活动。对，三、二、一，计时开始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妈呀，哎呦妈呀，哎呦妈呀。哎呦妈呀！哎呦天！哎呀妈呀！哎呦天呀！哎呦！你在中间就好了，在我们中间就好了。还是这个。哎呦妈呀！吓死我了！18秒10分，还好吗？没什么，砸到我了吗？哪里砸到我了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没事，对不起，没事，没事，还好，没事，还好，还好，还好。来来来，换人，来，吓死我了！哎呀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哎，你，哎呀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哎，你，你们要这样的话我就自爆，你们这样的话我就自爆。元气大小姐，我们会保护好你的。来，你先感受一下这在空中的感觉，你感受一下在空中的感觉。来，感受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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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不想感受，我跟你说，我一秒自爆，你信不信？我们会保护好你的。来了，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哎呀呀，抱着呀！哎呦，哎呦！我会保护好你的。哎呀呀，抱着呀，抱着呀！我会保护好你的，保护好你的。哎呦，哎呦妈呀！我会保护好你的。没打到，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！我会保护好你的，我会保护好你的。对，起来，站起来。哎，打上了！停，21秒，20秒。是不是要换主持人？说句实话，想了半天，想了这个游戏，是不是要换主持人？这也太惨了！太惨了！无论输赢，你都得站上。对呀、啊。现在的结果是哥哥队守护18秒，弟弟队守护时长21秒，所以弟弟方得一分。现在再进行下一轮。好。我跟那谁，我跟那个那什么，我来给你弄你。好嘞。哎，只用这么转，不要把它对露出来。对。好，准备。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哎呦，哎呦，没事没事没事。哎呦喂！蔡老师往后往后夹在他中间，把他夹在中间，对对，多传球多传球。哎，回来。哎。哎，没注意，没关系。哎，好，左右找角度，左右找角度。27秒55，三、二、一，开始！来了！
好，没砸中。哦，砸中了没有？没砸中，砸到了弟弟的手。啊！哎，漂亮！我都看不清球在哪。哎呦！前面。哎呦！与其说这是一场令人眼花缭乱的比赛，不如说这是一场让大小姐心惊胆跳的游戏。我看见欣姐在中间是在弟弟队的时候，哥哥队还好，哥哥队是这样保护啊。在弟弟队的时候，欣姐是被他拽来拽去，拽来拽去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应该来采访一下大小姐现在的心情。我觉得这节目一定是要换主持人。然后想了半天，想到了这个游戏。别说有的没的，你说心里的 OS 是什么？那不能讲啊。你就口型。他们还有四个人攻，两个人守的，你们要不要玩一下？好玩，好玩，这个好玩。因为是一个四v二的表演赛，所以现在让平赛哥哥来代替大小姐的位置。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来啊，替一下杨欣姐。平赛哥哥进来玩。我来了，我来了。三二一，开始。陈学冬三秒出局。三秒出局。刚刚我们比赛非常的精彩呀，我给大家准备了冰爽的元气森林苏打气泡水，零糖零脂零卡，好喝清爽无负担，冰镇一下凉爽一下。对的，运动过后最适合来瓶零糖零脂零卡的元气森林苏打气泡水。元气森林苏打气泡水时刻为哥哥们加油打气。所以这一轮获胜的是小哥哥队。祝贺哦。那我们弟弟队获得了一枚元气值，可以兑换一枚元气空投包。你们要哪个？猪队友。弟弟队选择了新卡，就是我们的猪队友卡。那么具体的规则是什么样的呢？我们好想知道一下，反正我们到明天出发的时候会告诉大家。就是还没想明白是吗？其实有一些新卡拿到都不知道是不是对我们有利的。可以跟你们保证是对你们有利的。